三二一。连跟票不算啊。啊，撕成那样了。一只耳，我没跟票啊。你跟票，你最晚撕。三二一。一只耳故意捣乱，你玩吧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一只耳不跟着滋，就拿不到线索，是这意思不？是的。但是如果一只耳一直跟我们反着来，我们也输了呀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就我相信一只耳他不会那么的不善良。你就是一只耳。再给自己找理由吧。他还不一定是一只耳，我还不一定，说不定大地眼镜呢。大地眼镜。宝哥。别了，你不会是一只耳吧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宝哥，你要是一只耳，我把早上那块冰啃掉。你会不会忘了你是一只？不会不会。会早上录完一发，不会不会忘了，不会。来下一题，谁是这里边你们认为运气最不好的人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哎。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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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呢？乱了乱了乱了。我认为的是杨迪，我也是杨迪。我吃的宝哥，王祖龙呢？我没吃出去，我吃的是龙龙。好，那这题失败啊。下一题，谁是这里边最想来东北录制的人？来，杨洋一起来，一开始，一起来，杨洋。哎，宝哥呀，下线呢？他家呀，下线呢？都吃了吗？都吃了。龙龙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好，我都记住你们了。那我就小小这个。行，你们都吃的宝哥。对呀、啊，宝哥。怎么了？来啊，那我们改成对五道啊。嗯，来，不是对七道吧？你还是往前一点，可真不严。好，再给我难一点的。哇，他俩都给这么远，变五道了，当场变。谁？下一题，谁是你们里边最胆小的人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这好好玩，我好好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们吃的谁呀、啊？范丞丞。我没滋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范丞丞。对呀、啊，我滋了范丞丞。杨洋滋的是范丞丞啊，迪哥滋是范丞丞。双杨滋的丞丞，哎呦，一只耳团队。嗯、这会儿各自作战，团队你少踩我。下一题，你们认为谁是这里边最不好笑的人？三二一。杨迪啊，来龙杨迪。来呀、啊！这题绝对是有。回答错误。啊！这不算，玲姐提示了啊。害我被滋。下一题，你们这里边谁是家族里的团宠？三二一，请赐。宠，太宠了，这自己都啊。哎呀，争宠了。呀，还有谁？弟弟啊，范丞丞滋的自己，不是我那姜旁边，汪苏泷也滋的范，我滋的丞丞，不并不宠你，我滋你吧，不然，咱俩互相宠就行，你。这题失败啊，下一题，那谁是家族里边最懒的人？三二一，开始。